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份工作，招募正式员一到两名，工作内容的话是自动车的整备，工作地址的话是爱知县的春日警市，月工资21万到35万之间，日语能力的话是日常会话就可以。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，可以来我们公司看一下。我们公司的话是每周的1、3、5、11点和2、4、6日的13点，每天会有40会社以上的企业说明会，每天可以面试4到8家企业，面试结果当天就可以知道。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来看一下。好的，谢谢大家。